大天使麦克信息。一、关于波洛，编译者如是说999。亲爱的伊们，欢迎回来。随着我们庆祝今晚的新月，它预示着一个拥有许多新开始的时代。一月在你的新地球上是激动人心的，这些新的转变能量使得这一年一开始就是具有挑战性的，对许多人来说是令人兴奋的。现在你毫无疑问地知晓一切都在转变，随着你变得更有意识并与你多维度自我的许多面向协调一致，你会开始知晓比起一直以来相信的，人类基因组有着更多的层面一直都存在在那里。亲爱的伊们，从现在起你会开始遇见你真实自我的许多层面。你和所有人剥落所有不再服务于你的东西很多年了，以便为你真正的琐事做好准备。你再开始再一次的体验你拥有的，总是拥有的但被隐藏了很久的宏伟天赋与美德。随着你更充分地进入这个转变的时代，你 you 的许多面向层面会像洋葱剥皮一样被揭示。你的更高自我以及三个褶皱面向与神之自我相连，在圣哲曼支配的转变紫罗兰火焰的协助下，完全可供你使用，来协助你充分与这些面向连接，好让你真正的知晓自己。这些年你一直不知疲倦地工作着，带自己来到了这个进化点。你的另一个面向，你的身体元素有着非凡的智慧要分享，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请求，协助就会被给予。你也在注意到及时的丰盛和显化，再次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请求，你就会接收。练习并与你这个天赋元素玩得开心，你正在看到这些天赋随着你脱落如此多旧的怀疑和恐惧信念，现在你伴随着新的眼光在看你前所未有的相信。随着你的爱之震动提升到它最高最强的表达，你教会了自己先去这个地方，而不是使人精疲力竭的老朋友恐惧。你在学习拥抱自我和他人的爱，并发现回报是如此有益，你不会再回到老朋友恐惧那里。你可能会时不时的化回，但你知道改变现在只会是因为爱。亲爱的大师们，2019年充满了所有美好的事物，观察随着一年的展开，其他的一切都会消散和被遗忘。随着光商继续影响你的所有面向和地球，欣赏你在短时间内旅行了多远，感恩你所成为的一切。你的指导天使扬声大师，所有光之存在和星星兄弟姐妹，贯穿这个转变和进化，一直都站在你身边，见证着你所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存在。随着面纱越来越快的变薄，你会再次看到自己的所示。亲爱的伊们，我们一直在为你加油，握着你的手，心连心，作为你所示的爱与光，现在如此明亮的在闪耀，这是一个令人愉悦的景象。你应在这个最吉祥的时刻选择拾起的角色而被爱与荣耀。你被深爱着。我是大天使麦克，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大天使麦克信息二：关于奇迹就要成为家常便饭。编译者：如是说999。亲爱的伊们，在地球上这个最令人兴奋的时期，每个人都被呼唤去充分开启新的宽度，来吸入与你 you 一同生活和呼吸的一切。与你密切合作的许多仁慈存在给予了你巨大的协助，好让这个新的敞开发生。
我们已经说过了许多次，你们都是一的现实，不只是人类，还有与你共享这个空间的所有生物。这在你的意识中变得越来越显著，随着你感受心的敞开，泪水的流淌，情绪的翻涌，都是令人高兴的特性。向你的神圣之心寻求当前令你困惑之事的答案。手放到心上，深呼吸，放松进入你 You 所示的知晓。是时候返回信任你 You 拥有所有问题的答案。你 You 和集体有意识的造物都是一。随着你的心继续扩张，更多的智慧可供你获取。它一直都在那里，但被隐藏在你不相信你的价值、你固有的知晓或固有的智慧。你相信其他人知道什么对你来说是最好的，残渣中。现在，你毫无疑问地知晓什么对你来说是最好的。是时候再次让固有的从内在浮现。亲爱的伊们，你的灵魂在呼唤你回家，回应号召，因为当你真正认识到你的内在智慧，你就会自由，闸门就会开启。只有你 You 拥有通往你辉煌未来的钥匙。你令人难以置信的心在引领你返回你 You 你真正的自我，真正的本质，成为全面辉煌中的你 You 的力量和美丽等待着你。勇敢，亲爱的心，看向镜子，看向你的双眼，花点时间处于那里，让会出现的出现。准备好纸巾，我向你发起挑战，你会被永远改变，你会知晓你 You 你永远不会再回到指责自己的旧习性，因为你会真正看到灵魂的内在爱、喜悦、丰盛、自尊的本质。我们说过的所有天堂般美好的事物都存在于那，这就是你 You 你就是一切。亲爱的伊们，你所知的一切都在转变，在未来没什么会再是相同的。不要害怕这句话，你是有意识的创造者。返回你的心去获得证实，一切都在改变，奇迹就要成为家常便饭。随着它们展开，感谢和感恩，并知晓你 You 选择在这个时刻处于这里，带来这个新地球。你的灵魂之旅是令人难以置信的，你因你所示的灵魂被无可估量的爱着，就是如此。我是大天使麦克，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